所有潮流新事物，我哋乜都肯试。rap 我就讲真，我就冇咩难度，因为我本身我都中意同啲后生玩嘅，咁呢啲嘢都难唔到嘅。OK。嘿，乜嘢叫做 IG？ 我哋唔知，我哋净系知香港人乜都敢试。落嚟我就希望编剧能够再写啲更加开心、更加坚嘅嘢俾我哋，我哋会继续努力。好彩我会传俾你噶，冇事噶，我会一直喺度陪你等结果。哇，今年真系吓亲喎！早前陈欣媚独立带住三个仔女翻加拿大探亲兼放暑假，过咗三个星期，佢哋终于返港啦。新闻圈中出名24孝老公兼爹哋嘅陈浩，当然都有去到接机啦。咁当时我就喺呢个嘅机场啦，获 eNews 委派啦，就去访问陈浩，直击佢点样接啊 Amy 啦，同埋佢几位嘅小朋友嘅。但系咧，陈浩一见到 Amy 佢哋一转弯出嚟，都未行晒嗰条通道嘅时候啊，佢就捐咗个栏杆，咁样飞奔入去。咁跟住咧，佢就衝咗入去攬住 Amy 啦，佢再去錫佢幾位小朋友。我當時嗰刻咧，我喺後面都未做訪問嘅時候，我已經覺得係非常之冧。啲人真係話陳浩係一個24孝爸爸，係一個一等一嘅好老公，完全一個刻係體會到。所以難怪呢條片咧可以獲得220万嘅點擊率嘅。婆婆明明是这间公屋的户主，为什么她的仔竟然将阿妈拒诸门外？多谢大家支持。我觉得这个荣誉是属于东张啦。因为我们很多台前幕后都做了很多功夫去做每一单新闻。当然被人关注这单新闻是除了一个荣誉之外，我觉得是很多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问题啦。而被大家知道是我觉得是很好的，即除了大家可以关注到东张西望之外，我觉得可以关注到这些家庭社会问题是一件很好的事。很多谢大家可以看到也都支持我。喂，邢生，借换衫，泳衣打底，跟我上船。没问题。哇，我多谢大家咁俾面啊！咁其实我偷偷地话俾大家听啊，我谂100万系我自己睇嘅，讲笑讲笑。好多谢大家咁支持《婚姻合伙人》呢一套剧集啦。咁我希望嚟紧我所有嘅剧集嘅片段，大家都可以得闲去点击一下。